冻记者挑机，狂想遇上北极熊。成日都话北极系一个熊仲多过人嘅地方，我只即将出发去挑机啦。除咗直击史上第一次有香港人参加北极马拉松，睇下冰川融化有几严重，我仲会去到地球最端端北纬90度。千山万夫嚟到北极，终于见到北极熊啦！不过呢啲只系狂想片段嘅啫。想知道我去到北极系咪真系考验北极熊，就要留意动新闻啦。